聊天王任和女星金泰熙，自2012年交往之后，多次被募集私下约会，双方家人也都熟识，屡屡传出婚讯。如今这对明星情侣终于有好消息，预计2月19日在教堂举行婚礼，5年恋情修成正果。根据韩国媒体日间体育报道，这场婚礼只会邀请家人和亲近的好友，不会对外公开。任透过社群网站上传一封手写信宣布喜讯，表示自己已经出道16年了，曾经陪伴他的粉丝也已经变成美丽的熟女或为人母，现在他也想要拥有自己的家庭，做个好父亲好男人。谈到金泰熙，任感性的说，无论辛苦还是幸福的时候都陪在身边，给他很多感动。现在两人的信任与爱都越来越深，该结出果实了。考量到时局不稳，经济不佳，希望尽可能低调举办婚礼，以后会更加谦虚和负责任。最后不忘甜蜜放闪，直呼金泰熙是最棒的礼物。